王局长，给你师姐送饭呀？送饭来了。带的什么呀？四珍拼盘，奶汤鲫鱼，古柳烩芦熏龟苓膏。荤素搭配啊，好，看来是用了心了。嗨，我师姐嘛。哎，什么事儿？哟，拿着吧。干嘛？不合适吧？拿着。这你师姐呢？喜欢什么？想干什么？你呢？多留点心，多跑跑。没事的时候，劝劝你师姐。啊，凡事多为孩子想想，想那么多其他的，最后呢，耽误事儿。哎，别傻站着了，菜都凉了，赶紧去吧。没人吧？没人。师姐，汪子海是不是知道了？那你以后还能在这儿待着吗？汪子海只知道我见了海兰，其他的还不知道。哦，那怪不得把爷打成那样了。哎，他把海兰打了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就是打成独眼青了。伤着眼睛了吗？没有，眼尖着呢，没事儿。师姐，后中午瑞银祥都跟老板交代好了，到时候他把车票给你，你呢趁着换衣服的时候从后门出去，到时候我再去接小不点，记住了啊。好。好的，您放心，程太太，我马上派人送过去。不客气。丁宝，掌柜的，你去哪儿送菜了？我给程太太送菜去了。程太太啊，你进来一下。你给程太太送菜啊？她刚刚才打电话跟我点好菜，你就已经送过去了？你是算命先生吗？哦，是程先生，先生还在骗我？到底送哪儿去了？王府。还记得这个吗？啊，你还留着呢？你还真记得？你来呀，来看看呀。哎，你一次都没用过，我哪舍得扔啊。我没想到吧？月儿，我知道你根本就离不开这戏台，早晚有一天啊，你会重新登台唱戏的。
你就是为戏而生的。恐怕以后再也用不上了。就算真不想登台了，留这么一副点翠头面也是个念想。王四海，你太坏了。我怎么坏了？啊？坏得没边没样的。我是不是坏到你心里边去了？啊？好，咱们坐车吃了啊。哟，王太太，您来了。您看，这是我们店里啊新上的布料。来，您看这个。妈妈不在这儿呢吗？这个配您选的盘扣最合适，样子呢，我们可以把领子做得稍微高一些，显得脖子修长，冬天还防风。现在上海很多的太太都特意要求这么做，要不您去试试？请。哟，等我一下啊。好，好。哦，不着急，您啊慢慢换。掌柜的啊，哟，您看这屋子这么热，孩子一直哭，不如啊您到外面等着。哦，好。不动手怎么办？你给我撒开！给我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你想拉他吗？让开！冤枉好人！干什么你啊？干他呀！我抢了！您得把孩子给我吧！求您了，你把孩子给我吧！你不能跟我讲道理啊！丁马，别伤着孩子！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站住！别动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别动！老实点！提这么大一个箱子，这是想走啊？别傻站着了，过来吧。要走我送你，看见了吗？车都给您准备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。哎，把太太这箱子给接过来，太累，你提着沉。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昨天晚上那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今儿就跟我翻脸了，啊？让太太上车。刘老板，请上车。汪四海，我没嫁给你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哼，哎，我不是想强迫你啊，我呀，是想带你去个地方见俩人儿，那大的好像叫丁宝，那小的叫什么来着？金平。哎，金平，刘金呐，
在那边等你呢，他要把孩子黑扔井里，我没让他扔。我说别介啊，得等太太来了以后让太太定夺呀。上车吧。卑鄙。我告诉你啊，娄小月，还真别过去。看见那边情况了吗？怎么容易伤着你？再踢个好歹的，就是谁知道？娄小月，既然事儿已经到这份上了，今天咱俩就把这话挑明了说。第一，我汪四海必须娶你娄小月。你说这什么事？这事儿必须办。以后还不能乱跑，如果再乱跑的话啊！哎呦，把局长给惹了吧！看见了吗？就这枪子儿，就算我舍不得往你身上招呼。见着我舍不得往别人身上招呼，明白吗？第二，孩子，咱可以领回家来养，没问题。但得跟我改姓汪，我不能替那怂人养儿子。第三，以后永远不许见那个怂人。答应不答应？答应不答应？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我别吓着孩子。那答应不答应？不说话，不说话，就算答应了。当着所有人的面答应了，以后可别忘了啊。我只求你一件事儿。说。别让孩子跟着我。那就再去看一眼孩子。把瑞云祥的伙计、县爷辈都给抓起来。是。等等。有何？童哥哥，少见呀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汪四海，你凭什么抓人？他们妨碍公务。他们妨碍了哪条公务？你是哪级官啊？啊，他们妨碍哪条公务？我得向你汇报啊！我什么官都不是，我就是个平民老百姓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在这祸害老百姓，就是不行。哟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替我们家月打抱不平呢？啊，这跟你没关系，把娄小月放了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他是我的家人，放不放他你管得着吗？
你的家人啊？娄小月是你什么人？月儿，月儿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月儿，现在是我的太太，汪太太。恐怕这得问问娄小月吧。月儿，跟他说，你现在是不是汪太太？是，听见了吧？你不仅妨碍公务，还管我的家事。刘金，到，把这帮孙子全都抓起来。是，上。我看谁敢动刀。你干什么？汪四海，你知不知道站在我身边的是什么人？什么人呀？他们是京城各大报的记者。你一个警察局长，你不保护老百姓的平安，自己在这为非作歹。明天就让你的恶行登上所有报纸的头条。童哥哥，你厉害，只要明天不见报，今天人我不抓了，我就带我老婆回家，这行了吧？我警告你，以后别把你的枪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哼，童哥哥，哎，我呢，也告诉你，回家以后，看好你们家那怂人，少让他到处瞎溜达。回家。金平，就拜托你了。我给您梳下头发吧。你梳一梳吧。哎，是我把孩子交给丁宝的。关门。哎，玉儿，你说昨天夜里咱俩多好啊，不是，这你也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个不是，你这算什么啊？你这算什么？你这个，哎，给我一甜枣，对吧？然后抡圆了，叭，给我一大嘴巴，是不是？把我给哄上天上去了，然后咵嚓一下给我扔冰窟窿里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有你这样的吗？行，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，这个家没有任何秘密，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我。最后一次，谢师傅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谢师傅，我也回不了，切切吧。
爹。这怎么？我师弟被方子海抓回去了。这孩子呢？他拿小不点威胁我师弟。我师姐不想小不点有什么闪失，就把孩子给我了。你要干嘛呀？啊！别闹啊！汪四海现在把咱们还有娄小月都给看住了，你去干嘛去？抱着孩子去，再挨他一顿打是吗？你好好想想。我知道我说话你不爱听，但是你也得听。娄小月是这么大劲把这孩子交给丁宝，从这狼窝里面给救出来了，怎么着？你现在抱着孩子去他们那儿，再把孩子给送回去是吗？爷，冷静下来，先别生气啊，好好想一想。汪四海现在啊，不能动娄姑娘，要想动的话，人家早动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啊，当务之急，想想办法。你手里这宝贝，该怎么办？这我儿子，我抱回家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我对不住你。有什么不痛快就冲我来，就是别为难孩子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那样的人。不是那意思，我不是怕你不舒服。我舒服不舒服？你不也把孩子抱回来了？娄小月那边那些事儿呢，你都知道。我有什么法子？我劝过你，可是你听吗？你说这孩子都送过来了，我也不能把他送回去。这么着，这孩子用不着你操心。我都能弄得了，你要是容不下他，我就让翠儿，一个冬青也是养，俩孩也能做个伴儿，是不是？啊，这眉毛、眼睛、小鼻子的，还别说，跟你真像。老太王氏这一妈，什么李记、刘吉普，您说说，咱这过的什么日子？咱们现在瞅瞧，王四海来了。
没好茶。高沫，您品品。有好茶我也不喝。呵呵，大局长，来这儿又找什么茬子来了？聪明啊，啊，好，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。但是对不住了啊，这次呢，你猜错了，我是来道喜的。哦，喜从何来呢？父子团聚了，孩子嘛，就得跟亲爹在一块儿。哎，你说这孩子啊，要是整天逮谁管谁叫爹，那成什么了？那不成砸中了吗？嗯，这孩儿有爹，就得有娘。霸占人家孩儿他娘，那才叫砸中。那我怎么觉乎着，老惦记别人媳妇的人，那他连砸中都不如呢？哎，行了，咱俩别在这儿逗咳嗽了。四海，打个天窗说亮话吧，啊，怎么才能放了卢小玉？你说什么？放了娄小月？怂年间你听着啊，不是我不放娄小月，是我们家月儿压根就不愿意走。不可能。得嘞，现在跟我回家去啊！现在跟我回家去！现在跟我回家！你亲自问问娄小月是不是不愿意走？你亲自问问他。走，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走啊！哎，那等会儿啊，你走啊！那等会儿。等会儿，那坐着这儿，你这，哎呦，王四海，算我求你放了娄小月吧。哎呦，我这扎心呢，我，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我再说一遍啊。不是我不放娄小月，是我们家月儿压根儿就不愿意走。你怎么就不信我呢？哎，汪子海，就你这点毛病啊，你什么时候能改呢？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我答应你。呦，看样子是挣了点钱是吧？我想听听，嘿，嗯。你能出多少钱啊？你要我多少钱呢？你觉得我们家月儿值多少钱呀？嗯？王子海，嗯，咱做人不能太绝啊。嗯，你是不是还惦记我这德月楼呢？啊？听你的意思是，哎，如果我把娄小月给放了，这德月楼就是我的了，是吗？我这，哎，问你呢，是不是？问你话呢，是不是？是。浩兰，你他妈当掌柜的当上瘾来了是吧？啊？我们家院儿就值这么一个破楼啊啊！拿这破楼就想换我们家小院儿啊？这么着，用佟丽华来换娄小月，让佟丽华到我的汪府住几天，我替你好好疼疼他啊！孙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是想开了我呀，还是想喝茶呀？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还摆那拜了爷的臭架子呢？啊？就凭你，哎，就凭你的这点能耐，你现在报名去汪府给我倒夜壶，没我点头，你他妈连夜壶的边儿你都碰不着。气死我了！
整天不干正事，撺着别人的媳妇儿逃跑，还美其名曰哎要把小院从我这儿救出去。你把我们家院救出去干嘛去啊？救出去干什么？到你这破楼里边啊颠的手是吧？还是等晚上客人到齐了，让我们家院办上，给他们唱一出啊？想什么好事呢你？你什么能耐呀你？哎，俩媳妇儿是吗？伺候你一人，小三口过日子，小三口那日子有过得好的吗？啊？什么玩意儿你？气得我连正事都忘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听着，哎，今天我来啊，是我们家院让我给你捎个话，我俩马上就要成亲了。你呀、啊，你带着你们全家，可以到我们家喝喜酒去。醒不过来，我先弄死你，你知道吗？让你看看人家怎么给我看的。他要洗澡，让我出去，我不就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？他让你死去你也死去是吗？那您不是说太太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吗？我混蛋你也混蛋是吗？那以后不听了。那不是更混蛋了吗？谁让您不讲理呢？别为难莲走了。太太，您醒了？您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您说您出去行吗？能出去吗？出去。你醒了？啊？你怎么不死了呀你？
月儿，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儿啊？啊！都怪我行吗？啊，都怪我，好吧，我不逼你了。不怪你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我不逼你跟我成亲了，成吗？您随便，您想跟我过就跟我过，不想跟我过，您该干嘛干嘛，行吗？啊，咱就是别弄这种事儿，成吗？那天晚上是我自愿的。月儿，那你那意思，你跟我好只是为了报恩是吗？啊，就没一点喜欢我是吗？只怪我心里头先住进了哈兰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。咱俩这辈子没缘分，下辈子咱们再做夫妻吧。你甭跟我提下辈子，我不信有下辈子，就说这辈子的事儿。哎，我错了，哎，我不说了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行吗？你好好的，这没刀啊。我想擤鼻涕。你早说呀你。擤鼻涕。我给你擤啊。啊，哎，你攥着俩鼻子眼我怎么擤啊？对不起，我没给人擤过鼻涕，都是别人给我擤。先行左边，啊，哎，右边。今儿怎么想起来往个妇人投奔呢？啊，听戏吧。跟我说说怎么想的，满了这么一头。不好看吗？好看呀！哎，挽青丝，结杂念，这头发这么一挽呀，那就是汪太太了。听戏吧。好，好。十年女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不良营养？好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大和商社今天就正式成立了。非常荣幸的是，日本的亲王阁下不远万里赶来为我们揭牌剪彩，这真是我们无上的荣耀。下面有请亲王阁下为大家讲两句话。大和商社的成立是日中友谊的见证，将开启日中邦交的新篇章。我们大日本帝国愿与中共共同发展互通贸易，共创大东亚共荣。好，那下面就有请亲王阁下和草迷先生为大和商社剪彩。
曾经也混功里面，曾经也失业，曾经富贵在身边，一切都不会改变。世界不断变迁翻转，跌在世俗落入了凡间，不小心爱上了埋怨，经